好多讲广东话嘅人应该都听过执生、耳打碌、对台戏、交足功课呢啲俚语，但系又知唔知道其实佢哋都系出自粤剧里面嘅行话？粤剧最早在明朝就已经出现，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嘉靖年间，行街吃饭看粤剧自然就变成了最潮的标配。当时几乎人人都可以唱多两嘴，嗨起身的时候还可以随时来段 freestyle。 慢慢很多粤剧的行话逐渐渗透了进去平时大家讲的白话里面，就变成了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现象。而这些由行话衍生的俚语可以分成三类。第一类是用来比喻一种行为，面试是每个无业游民升级成为打工一族的必经阶段，要顺利过关，首先前期准备要交足功课，了解所有与新公司有关的资讯。其次，你要懂得执生。当面试官问了你一个不懂答的问题，千祈不要急，运用你知道的相关信息，随机应变来救场。其实在刚刚那个 moment， 很多关键词都是粤剧里面的行话，例如交足功课，最早是用来形容粤剧演员在台上的倾情演出。而執生就是演员在戏台上面不记得台词，自己去兜戏变通处理的一种讲法。救场就是比喻表演出现状况的时候，演员瞓晒身咁补镬演出。第二类是比喻人物的身份和地位，例如班主是指一个剧团或者戏班的负责人，现在就用来形容一个活动或者项目的揸铁人。还有二打六，一开始是用来比喻粤剧里面四十八线的角色或者林记，亦即是我们所谓的 cat effect， 现在就用来比喻在各个企业公司里面处于低职位的员工。第三种是形容事物或者事物的一种状态，相信大家身边肯定都会有一两个同你相爱相杀的 friend，成日打住对对有益身心健康的旗号同你唱对台戏，但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又会倾尽全力地帮你度巧解决问题。这里提到的对台戏最早是指在粤剧演出的时候，两个水平差不多的剧团在同一时间地点打对台的情况，现在是用来泛指对王专业部的日常。至于桥又或者桥段是指粤剧的故事情节，所以设计情节又被称为度桥，亦即是我们现在讲的脑洞大开。其实粤剧真是一门很有魅力的艺术，不单止越唱越好戏，语言还充满了生活的智慧，令人越接触就越想了解，越了解就越喜欢。